因为最近豪雨成灾的新竹县宝山乡大旗村这些整个山坡地崩塌的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启德机械土地所有权人胡董事长，由他出面跟社区的这些住户一起合作来做紧急抢救的工程，让这个土地不再继续崩塌。我想这是事关我们人民的权益，特别要感谢我们启德胡董事长，他能够在这边跟社区沟通，然后把这些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设计，然后再来施工。我想非常感谢他。利用那个现在赶快好天气的时候呢，我们打钢板桩，钢板稳固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就义务的帮忙填土啦，运输我们帮忙来处理这样子的，然后能保护这边住户的安全呐，最重要了，哎呀。